橙香巧克力双起灵，黑色花型饼干杯，全家首度与奢侈联名哦。奢侈是台湾精品巧克力的品牌，选用比利时巧克力，是苦中带甜的可可，然后加上柑橘的风味。它一入口是非常浓郁的巧克力，然后尾韵是带点柑橘的清爽。原价49元新台币，然后12月5号到20号尝鲜价45元新台币哦。这个黑色饼皮应该是竹炭吧，就是苦甜巧克力带点柑橘风味，奢华口味，然后平价的享受。这个黑色花型饼干杯没有特别的味道哦，算是好吃的双起灵。